口同声收官之夜，压轴人气歌手是谁呢？欢迎张杰。大家好，大家好。谁将成为本季最后一名魔唱者，得到博莱雅星光合唱的机会？今天的最佳魔唱，恭喜我们的周奕豪。唱到心里，白到心里，博莱雅星光杯颁给最闪耀的你，再次恭喜！有请国荣老师颁上奖杯。张杰，给我们来公布我们的博莱雅星光合唱这首合唱曲目，叫做《勿忘心安》。早已该放手。旧的寂寞，玩笑已过半，不能不由不该，一路还有汗流，梦还没有腐朽，命运到最后记得勿忘心安，早已该放手，早已该放手，无休的浙江卫视2018大型音乐蔡评推理节目，一口同声唱到心里，白到心里，一口同声用心聆听。大家晚上好，我是陈欢。让我们欢迎明星蔡评团的各位，青年演员张熙元、范梦、刘子豪，我们的教唱老师非常棒的 Peter 老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原唱歌手到底是谁呢？他是华语乐坛超人气全能歌手，首位获得 AMA 年度国际艺人的华语歌手，在欧洲开唱的内地歌手，内地乐坛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项大满贯。唱到心里，白到基底，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有请张杰。他是内地歌坛不可多得的一位实力兼具偶像的超人气歌手，拥有极具辨识度和穿透力的高亢嘹亮嗓音，占据乐坛一席之地，至今已发行12张唱片，获33次最受欢迎男歌手和14次最佳男歌手奖，以最安静却是最迅猛的姿态席卷各大颁奖里的新人奖项。他就是舞台上最闪亮的歌者张杰。听说你们找到了很多模仿我的选手，别忘了我也会模仿哦。雨一直下，冷冷的冰雨砸脸上胡乱的跑，对你爱爱爱不完。你们的模仿怎么样？我们拭目以待。张杰老师，我们来拍张照，三二一。大家好，我是张杰，很开心真的来到咱们的异口同声。跟大家来说一下，张杰马上要在鸟巢开歌唱了。哇，虽然我们这个现场呢只能容纳500个观众，但是他们说你出来的时候要给你像在鸟巢预演般的热情的掌声和欢呼。感受到了，感受到了。哎，最近张杰你看啊，好像家里人不太管你哈，特别谢娜，你看不帮你打理衣服了，最近的衣服都破了，因为太火了，太火了，衣服都着了，是不是？刘维你怎么那么会说话？刘维也是好朋友，刘维是好朋友，认识14年了吧？我跟杰哥有同样的出道经历，但是不同的结局。你是什么结局？我是到结局，我是谐星，但是我觉得杰哥在我心目当中真的是我永远的哥哥，因为我在14年前跟杰哥在一块儿的时候，杰哥就对我特别的照顾。我记得杰哥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
将来我要是红了，我一定让你红。今天就是你红的时候。我们知道刘维跟张杰都是在一个选秀节目，虽然是不同届里面，但是他们都是当届的冠军。这个好像大家才刚刚知道的样子啊。上一期魏巡唱歌的时候，马思聪说：“哎，你不也是冠军吗？你怎么唱的这么……”但是我说实话，做综艺做久了，真的有的时候在台上不敢唱了。哎，今天我们或许会有跟张杰一起合唱的机会，或许啊，或许就要看你猜的对不对。一定会猜对，不会错的。好，在这里我再次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 Peter 老师，他也是精挑细选了非常厉害的魔唱歌手，给我们来说一下他的声线跟张杰有多像。其实啊，张杰的声线不是很好模仿，但是呢，这些选手呢，我也不敢说他有九成像，但八成九吧，好不好？真的吗？我来之前我真的不相信这回事情，就是说能够有人跟我的声音一模一样，真的可以这么像吗？你试试看，其实有一些细节他们都做得很像。现场我们100位猜评团成员，他们会有巨大的难题。最妙的是，电视机前的娜娜如果在收看的话，她猜也猜错的话，她是绝对不会猜错的。张杰呢，从出道以来一直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形象在大家心目当中呢散播着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光芒，在很多粉丝的心目当中，张杰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星，而其他的粉丝就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小星星，一起呢传播正能量，传递爱，就像我们的珀莱雅美白星光瓶一样，打造闪耀，传递美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见真章了，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环节，唱到心里，拔到基底，异口同声，用心聆听，马上进入寻找原唱。首先有请张杰给我们来公布第一轮竞演的曲目。既然是第一轮的话，应该要选一个很难的一个歌吧。这首歌当时超过了100亿的点击，因为当时我去到那个 AMA 的颁奖礼的那个主持人 Pebble 看到那个提字器上面写的 10 billion views， Oh my。 Thank you my friend。 Jason Zhang is the number one Chinese male singer on all four of his country's online pop charts。 This leader on the new generations of Chinese pop music seen all, man, he has been seen over 10 billion listens on the internet and his single It's Love 10 billion views, mi madre。He held the number one spot for a record 9 weeks on the Chinese top charts. It is my honor to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Artist of the Year Award to Jason Zhang. Hey, so this song is This is Love.这首歌其实也是张杰非常著名的一首代表作，每一次的演唱会的最后一首应该都会是这首歌。你都在什么地方唱过这首歌？就是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哇，那太多了。这首歌我是在天上唱过，在地下趴着唱过，在水里飘在空中唱过，海陆空全有了。对，我就各种能想到的方式都唱过。但我相信很多歌迷跟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他唱这首歌最特别和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请看。哇哦，我们要玩那个唱歌接龙。我唱了吗？伴郎都要唱歌接龙。唱的人呢一面唱要一面做，然后呢再换下一个一面唱一面做。这就是爱。那海拔很高，哎，香格里拉。哇，这个真的是高难度的一个体验呢。当时唱完有缺氧的感觉吗？有，起来就缺氧了，所以我起来就是跪着的。没有，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要让跪着。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意涵，不要放弃，我们要勇敢面对，不管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爱情，或是我们的梦想。就好像我们开始用珀莱雅美白星光瓶，我们开始会变白。
变美，明天过后我们就会变漂亮。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杰到我们的进演门内求吻。可能呢，张杰将会和我们的魔唱歌手分别进入到我们的进演门内轮流演唱，门上的灯呢会按照演唱的顺序依次亮起。在本轮歌曲演唱前，张杰和三名魔唱选手在竞演完后分别抽取珀莱雅美白清光瓶来决定演唱顺序，并进入相应竞演门内演唱。演唱结束以后，请我们裁评团成员进行投票，投给你认为是张杰本人声音相应的号码，最终得票低的那位将会无缘下一轮的演唱。第一轮歌曲竞演开始，下面进入 VIVO 非凡对战。也许会分开，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冲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这就是爱，这就是爱，这就是就是爱，这就是有你就没有不安，因为想念比谁都厉害，因为寂寞会趁虚而来，因为爱的晴天和阴天都在心里同时的存在。回不去的阴霾，让我为你掩埋，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月亮下的对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这就是爱，